柠檬小姐的课堂。这是丹丹。就在昨天，我的好粉丝给我发来一段这样的视频。You want to go into the abyss too?How brave of you to summon me. My name is Bandon. 好家伙，看到这里我直呼好家伙。然后我就发现这其实是国外大佬做的同人动画，他甚至把下方的道具都换成了绿色斑斑、粉色房卡、无人机遥控器、嘟嘟鸟和橙色大章鱼，并且真的复刻出了躲避激光这一关。你看看这感觉，是不是有斑斑幼儿园的味儿了？于是我就在想，距离上次试读盗版柠檬小姐已经过去了好久，现在的同人动画都能制作的这么厉害，这同人柠檬小姐游戏肯定也做得不错吧。出于好奇心，我一搜索，这是橘子小姐。我真服了，名字叫令人毛骨悚然的橙子教授，玩法上呢完全抄袭柠檬小姐。然后最折磨的是，只要咱们回答错误，强制性消耗阳寿30秒。最后的恶魔橙子教授也是相当的鸡肋，石头剪刀布环节，每答错一道题，咱们的屏幕就会更黑一点，这像话吗？还有更不像话的，这还有一只根本不会动的毛球小姐，然后她的恶魔形态就直接换一张图片，就当我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这最后一款画质看起来不错的柠檬小姐时。大加三等于多少？这也能叫柠檬小姐游戏啊？好的，如果你有想让我试读的游戏，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。我是奥特，下期见。